那个人就是在清河县衙前跟我们交手的那个人。这些人多次想要杀我，我不能让阿元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。事到如今，你对我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我并不认为我和袁大小姐有何关系，也劝袁大小姐不要强求。小罗，你说我是不是看走眼了？也许一直以来都是我想错，他待我还远远不如赵大人待你呢。不过阿元曾坦诚相告，他已心有所属。 那两人并非良人，始乱终弃之辈呢。我不同意你们退婚。晋恒案中都是博王的有力臂助，他们一死，而夜王的机会就大了很多。两世欢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。